我不就是为你好吗？为我好呀？什么叫为我好啊？什么都是你喜欢而已，你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？明明，如果你跟我说你有男朋友的话，我不会跟你交往的。我怕我告诉你，你会跟我妈说，我不想让我妈知道。你那么听她话，你肯定又帮着她。而且我知道我妈很喜欢你，所以我只能拿你当挡箭牌。对不起，小赵，我知道你太无理取闹了。你真的太无理取闹了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肯定就是那个老公教你的。不是啊，他没有这样子，你不要那样说他，都是我自己的意思。我真是不知道那么多，我真的想扇你两巴掌，你怎么能这样子？别，小心！要我命怎么办呀，小张？行了，你俩不好尊重的站在那儿。那位主持人啊，这里也没我的事。小张，不好意思，还没有没有没有，阿姨，你化妆一下，你先把那个妆容整一下。哎呀，我会给你介绍个更好的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就怪我女儿没这个福气啊！我的爸爸那个小伙子。阿姨，我扶你下去吧。来，说说你的事儿吧，怎么穿成这一身上来呀？我今天穿着婚纱过来，是要答应求婚的，但是不是李吉的求婚，是我男朋友的求婚。我来这里也是为了能够跟我妈表明我的态度。